还没结婚啊？叫不着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这上杆子不行。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他们这一波一大波一大，光我们单位我们这一波就天天六七个。都不找？不找，辞职以后再说。大家好，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。这位大哥呢，他呢是插过队，后来在铁路上干了一辈子，没有什么文凭，有点吃亏。可是说起退休金呢，你可能想象不到。说起烦心事儿呢，每个人都有。他呢，就是孩子36了，就是不结婚。听听大哥的说法吧。哦，父母的哈。对。哦，等于是挨这儿一直挨这儿住了就。对，铁路也分房，分可以交房。就把您这房交。白交，一分钱不给。那给您分大点也行。分大点儿。假如300万，自己干仓300万。哦，那不行。取消副职能以后，就彻底铁路了。完全是靠自己花钱买了。对呀、啊，您退休多少年了？五年了哈。嗯。今年65。65。哦，在以前在铁路。对。干什么呀？铁路上。当个列车员。哦。也干过修二工，完了95年去的办公室，95年去的办公室。哦，那您后来当领导了？哎呀。办公室最底层，最底层也是领导，那不行啊！嗯，头说了，上提你，你们没有文凭，没文凭啊？对，考一个去啊！九二年是谁想着考什么呀？就，那您的退休金应该比别人高，凑合。你现在得拿8000吧？差不多。你看是不是？我猜的都准。咱俩同学上班了，拿12000跟人比得了吗？都是骂你，活他妈干啥不学问呢？啊，人都是当个副局长，当个大站长。现在老工人退休都7000多，都7000多哈。对，你看平常挣的少。对，平常挣的少。对，就是这几险交的高。交的高，没错。他都是按照那种最高标准来上的。北站东站里的大人情正处，就是我们叫钻长，钻长。钻长就是正处级。正处在地方不算，在铁路那个一处长可。铁路处长了不得。对啊，不得了。管的人也多。多的管好几万。没错。是吧？还庞大。庞大，啊、这俩人一车上钻，这一个钻就2万多人。没错。就北京就好几个车上钻。那会儿你管多少人呀、啊？谁？我们钻。8000，好像又调走啊，都3000。3000，就是六十一口找的，各分局全给解散，没有了。对对，全解散了。全给解散了，这你知道吗？现在就没那么多人了，是吧？人是不少，就是人是一点都不少啊，就是没有分局这组织了。以前不是有一分局吗？对，铁路分局。对，你说当时在北京6个。现在就哦，对，他每个都有几个分局是吧？对啊，铁路局的啊，嗯、几局的哈、啊。不是，北京铁路局、北京分局，什么天津石家庄，这么能说？我六十局不是您，先站断河。插过队吗？您插过，在哪儿插的队？怀柔啊。啊，怀柔哈、啊。嗯。插完队就给分到铁路去了啊？那您还真算幸运呢。对呀、啊，好些人都没分什么好工作，就弯走俩月。头一波就保一特别好的先走，这稍微一般般再次点儿，所以就最次最棒，全上铁路。那还算超上了这回。我们这波你看，我们公社分了200多，10个得有8个全是一回列车员。哦，跑车。嗯，有几个学开车的，有几个女的上调度所，这好点儿。您开过车吗？没有。老坐车，坐车是走。跑过列车员啊？跑过。哪儿到哪儿啊？差不多哪儿都去过了。哪儿都去过。嗯，那也不错啊，走遍祖国大江。这南北还行，是吧？对。完了，到下去再玩玩，是吧？对，零九年以后就不行了。就不行了。慢慢。现在学儿当年这，高铁一开通，基本是当年是折返。对。以前都慢点。您现在几跟老伴儿在这住啊？啊，孩子呢？孩子跟我们一块儿了，还住一块儿呢？啊，没自己买房去啊？上哪儿买去啊？自己买去啊？没钱？没钱呀、啊？您现在几间房？3间啊？2间、啊。孩子住一间？对。孩子带着孩子？那不孩子死活就不结婚？啊？现在还没结婚？就是不找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自己说了。对。40以后。对。啊，您着急啊？我不着急。
你得抱孙子呀。我不着。您不着急？我不着急。不，也不管。我们单位说最大他们42都正磕了还不着。我说他们都，我说都大姑娘老，他们问你着他什么急啊，我就开玩笑，着你着什么急啊。我这您觉得这什么原因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以前一样。你分析分析。所以我也不讲这个。您不，我感觉身体挺棒的。除了牙不好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医保卡我包着蓝本卡，没启动过。启动过一回啊，吃海鲜过敏。哦，过敏才启动的。那看来这一年都不吃药。啊对啊，这就是幸福。还行啊，老大哥祝您啊，快快乐乐，健康幸福。现在的年轻人不谈对象，不结婚，结婚不要孩子，好像挺普遍的。但是什么原因呢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，感谢您的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吧。